怎么？那个是儿童电话组吧？你以前买过了，不要再买了，好不好？爸爸。怎么了？不知道耳机，以前的是哪个？找不到就算了，往前找，看一下有其他玩具。你要什么？没事。妈妈小时候都在我这里逛逛啦。那你往前走啊。不要买儿童电话组，不要买了，往前走。我们说，看到苹果上面那个。我们说好只是要看而已哦。是说要看那个。那你不是看到了吗？好，往前走，好不好？请往前走。好不好？请走这条好了，这条。好，对不起，好不好？请弟弟过来。哎，对不起。要买什么？好不好？请你又看到什么了？看到这个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可以帮我找朋友买我想要的玩具吗？你要什么玩具？要说你说儿童化妆品哦？不是，我是说那个帮我找便宜。好好好。想要的玩具。弟弟，你往前走啊！我车在这前面，在这边。我想要便宜的。好，我们找前面的。便宜的，我想要的玩具。好，往前走，看看有没有便宜的，好不好？弟弟，你要看到什么了？弟弟，你不是说你要火车，怎么又要买这个了？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吹风机组吧？好，我进什么了？好，有没有动玩具？买这个。哪个？你要买哪个啦？你要买什么了？买这个。弟弟，我看一下。我是说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河马蛀牙组。你想买河马蛀牙组哦？好，帮你找便宜的，好不好？嚯，天啊，这里最多托米卡了，惨了，弟弟可能会想买，弟弟先不要买，好不好？你买很多了，家里都是你的玩具了。好，那你去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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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你的四岁礼物，好不好？什么东西？这个是那个小娃娃游戏组吧？弟弟，你想买什么？买这个。来买那个。玩具吗？我想要的玩具。好好，我帮你选，我帮你们选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来选了，我们来选了。弟弟，弟弟，我们先一个个来，我们先选姐姐的，再选你的，好不好？不要。你想要先买你的哦。你这个先别拿，那太重了，待会再来拿。我们先。不要，不要。过来，你火车在这边，你火车不是在这里。过来，我带你去看。这里有很多火车。咦？哎，这普悠玛，普悠玛号哎、欸，你要买普悠玛号？你有普悠玛号了吧？你还要买？你还要买普悠玛号？你有很多台的呢，环保镜。没有。没有啦，你有蒸汽火车，也有高铁了，你还要买太多了啦，好不好？啊，好不好亲，你先等一下好不好？我先安抚弟弟。好，弟弟，那你随便拿一个东西，你先随便拿一个。但这边会比较便宜。这边大概1000多块吧。多美，你们再买。好米克啊，对啊，那这样子，这样子一组大概1000多。上次我买这个，好不好亲，你上次是不是要买这个1000多？跟外面的价钱比起来，应该差不多吧？对啊。那个有品牌的，应该都差不多。对，比较贵一点点。好不好亲，好好好，那爸爸帮你选一个，来这里这里。我帮你选一个哈，我帮你选一个哈。燕波青菜嘛，随便应该有比百货公司便宜的。对啊，应该会比较便宜。好，我帮你拿玩具喽。